烧掉之后变成灰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些灰呢，就变成肥料跟养分，然后就上面撒这个小米啊、芋头啊、地瓜，然后长出来之后，它也不会去管理，它也不会去施肥，它会让这些飞禽走兽去吃，吃完了剩下就是我们的，哦。所以呢，光靠这个农耕的方式，当然是养不活我们自己啦，哈、哦。我们每个都瘦面黄肌瘦的，没有，哦，没有办法跟你一样这么强壮，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靠一个补充蛋白质的方式。